门头的是前面吧，这个是带电池盒的，是后面吧。四节电池，用五号电，碱性电池，建议用碱性电池，碱性电池维持时间应该在一年左右。你注意我了，张先。那我要弄鹅的配件包，空调，两个螺丝，保险的一个插片，保险装在这个位置，两张卡片，两根螺杆，螺杆是和这螺丝对接的，里面还有四个小螺丝，再去铺的。